他坐在浴桶式的小船里钓鱼，手起线落居然就拉上一条极品大鱿鱼。一条还不够，他便戏法式的一条接一条，每一条都是这样大几斤的极品。本来开个玩具式的小破船已经够过分了，而他连鱼饵都只舍得用可以反复使用的假饵，那他到底凭借什么才有这么好的收获呢？你看他遛鱼的动作就明白了，拽个鱼线都能拽出一股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味道，收线收的也是干脆利落，表情是稳如老狗的，动作是一气呵成的，鱼线在他手里就像施了魔法，几下就拉出来一条巨大的身影，赫然又是一条巨大的鱿鱼。你瞧这家伙体表光泽，颜色透亮，太阳一照更是流光溢彩，这样一条品相绝佳的大鱿鱼不得卖个四五百呀、啊、而且你瞧这些家伙也是够能喷水，可惜这马后炮也没什么用了，赶紧把夹饵卸下来，再次去坑新的大鱿鱼吧。跟乌贼那种喜欢独自行动的生物不同，鱿鱼喜欢群聚，这回正好赶上鱿鱼大部队回游，鱼饵一扔下去，那是一钓一个不吱声。小孩放线放得有点疲惫，虽然上鱼的时候看着是挺爽，但其实渔民的工作非常累人，一根鱼线动辄好几十米，不管是拉是放都是个苦力活，可是为了赚钱养家，即便是这样小的孩子也不得不咬牙坚持。你瞧说话的功夫他就又拽上来一条鲜亮的大鱿鱼，小孩一掂量发现这家伙至少有个五六斤，淡粉的光泽象征着他良好的质量，而且看起来就很有弹性，铁板一下我都不敢想有多好吃。不过这家伙脾气倒也挺爆，朝着小孩疯狂喷墨半天不吐又饶，小孩被这么一耽误也着急了起来，可也正是因为匆忙给了大鱿鱼可乘之机，一个甩尾差点就逃之夭夭，好在小孩反应快，几下就把它治得服服帖帖，和刚才的几条大鱿鱼摆在一起是怎么看怎么顺眼。有了这几条大活压箱，今天无论如何都是稳赚不赔，而后面的鱼情更是好的没话讲，一个不留神就被他弄上来一条大的，再一个不留神又拽上来一条，而且钓了半天这假饵还一点皮外伤没受，看起来还能传到下一位，这才叫真正的一劳永逸啊。这回不出五分钟又钓到一条巨大的鱿鱼，这颜色真是够漂亮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落不到我嘴里。就这样不过半个小时的功夫，一条条新鲜的大鱿鱼就这么被他陆续端上了船，原本简陋的鱼仓瞬间就充满了钞票的味道。哎，本来想钓到傍晚就回家的，可是谁知道才这么一会儿小船就装不下去了，可真够烦的呀。猜猜这些大鱿鱼一共能卖多少钱，欢迎评论区讨论。这次也好玩，小孩急得快要长出三头六臂，却还是被水下大鱼拉得险些掉下去。在菲律宾钓鱼，钓好了人钓鱼，钓不好就是鱼钓人，比的就是谁头铁。你看即便这么难钓，小孩还是用了个一指禅的姿势，这手指头真不疼了。其实多年的海上生活早就让他的小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收这样的鱼也只是这个小孩的日常。你看说话的功夫他就拖上来一条布满花纹的东星斑，赶紧就放进水仓里养着，今天能不能发财全看这价值连城的大鱼能不能活着进海鲜市场了。没有片刻休息，他紧接着又放出了第二钓，你瞧他放线的手法就不一般，为了防止鱼线缠在一起，他边抖边放，手法像极了弹棉花，放完以后只是甩了两下手臂就能精准地判断鱼上了钩，一个丝滑小连招就对鱼儿的重量有了数。这条鱼是大力沉，所以他果断采用了稳扎稳打的战术，最后成功拖出一条红色的大鱼。我的天哪，怎么又是一条东星斑？看到这火红的颜色，小孩也是满意的笑了出来，就算现在立马掉头回家，今天也是稳赚不赔，况且这还只是个热身，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表演。说话间又是大甩两下手臂就开始猛地收线，你看他笑的那副没出息的样，就知道这回中的又是条大鱼，鱼线随着他快速的拉动也是越绷越紧，真担心下一秒就要拽断了。而看见大鱼的那一秒，我是彻底服了，到底有没有天理，我平常吃都吃不起的东星斑居然被这个小孩轻轻巧巧就连钓上来三条，那啥现在放我过去还来得及吗？不过羡慕归羡慕，你看这小孩的熟练程度也绝非一朝一夕能练成的，海上风大浪急，而他居然就稳坐在小破船上，一点都影响不了上货的速度，眨眼的功夫又拉上一条东星斑。这家伙要稍小一点但也有个一斤多，卖个五六百块是没问题的。开局不到半个小时，水仓里就被东星斑霸占了个彻底，真是想不发财都难。说着小孩再接再厉，继续刨至下一个钓饵，虽然人家钓的全是值钱货，但是诱饵也不花钱呢，你说气不气人？在菲律宾钓鱼，一个破烂的假饵足够，伴随着小孩智慧的眼神，鱼饵展示完就被他扔进了海中，接连钓了几条大货，小孩渐入佳境，甩开膀子继续做钓。而很快他就惊喜地发现，这回碰上的是今天为止最大的挑战，面对力气极大的猎物，小孩也展示出了非一般的技术，可没想到还是低估了这家伙，一个大意居然被他狠狠拽了个两下，差点栽进海里，
好在小孩反应快速，正过身以后攻势不减，这回他是彻底不敢掉以轻心了。别管大鱼怎么变着法跑路，攥着鱼线就是不松手，就这么咬紧牙关博弈了888秒，终于把大鱼拿下。我的天哪，快看看，怎么又是一条巨大的东星斑？小孩高兴地扭成了麻花，为了这难得的狗屎硬，恨不得跳下去游两圈。这条鱼真够大，又是3000块到手了，往水仓里一放，瞬间就把其他鱼比成了小卡拉米。而这最后一钓也是更加精彩，又是一条差点把他拽下海的鱼，一回生二回熟，小孩是越钓越变态，急头白脸一顿拽，再次拽出一条肥美的东星斑，这下他是彻底心满意足了。瞧瞧这一仓满满当当的收获吧，真想这时候一个浪打过来全翻了该多好，看得过瘾点个赞，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